我们去哪里？你的手怎么这么黏啊？过来。黏黏的。黏黏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那你这个手，你是不是刚才吃甘蔗了？啊？这边搞得那个手脏脏的。走，来。他们说这个姑婆回来了，我们去看一下，看一下姑婆好不好？哦，阿姐，问一下他是不是阿姑回来了？走。嗯。没干嘛，你吃东西没有？没有。干嘛不吃东西啊？你干嘛要抱抱啊？你们两个都要抱抱。嗯，抱。黄小三，黄小三，黄小三，不理你。耶，他喊那么大声，他又不理我了。黄小三，小玉，你干嘛？我叫妈妈洗。你叫优酷干嘛？我叫妈妈洗。嗯。你说的什么？你听懂没？他说来我家看宝宝巴士，看那个宝宝巴士。每次路过这里，他就是那句话：“来我接啊！”哎呀，碰到一个遛娃的少妇。嗯。哎呀，哎，这么巧，你在遛娃？你看我家的娃，比你家那个娃好看不？你看我这个都白了，都白了。你看，哇，你咋这样子损人家的？叫姑婆，哎，叫姑婆下来。姑婆在哪里？在楼上。叫姑婆。姑婆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这车刚刚到。姑婆刚刚到啊？阿公那里面。谁在里面？阿公那里面。看我家的马多好，一天到晚发脾气的。接你嘞。我。这脾气不像你吗？果然是亲生的。啊、你看这个调皮渣。吐吐甘蔗渣。他又吃甘蔗。嗯。我衣服都有。哎，你看，脚冷不冷？辉哥今天又穿雪衣呀！辉哥今天又穿雪衣呀！不好！哎，过来！养只狗啦？干嘛啦？啊？养狗去？哎呀！哎呀！等一下过几年我就结婚了，你要过来？废了，跟我那么近了你就结婚了？啊？有点懵，你看他。啊？帮你开呀、啊？谁给的？谁给开？姑婆啊？哎呀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懵懵傻傻的，怎么知道姑婆了？你看。姑婆。不记得啦。姑婆。对吧？这都是姑婆叫你唱的哦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甜的，外面是甜的。不记得。哎呀，我想这个是甜的，这是甜的，我吃这个甜的，这个是甜的呀。甜的，这个是甜的呢，是吧？嚼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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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味，嚼它。哎呦，谢谢阿婆给你蜜糖水哦。嗯，给你蜜糖水。等一下我给冰糖，给冰糖好不好？哎呀，哎呀，嗯，要不给个冰糖，来个冰糖。哎呀，拉肚子。看到小灰了，完了跟姑婆睡了啊！啊！啊！我懵了，我竟然跟婆了，吵得跟鬼了，这鸡巴干的！小丫丫，大脚丫丫，我们去吃螺蛳粉去吗？我去找外国人。啊？闹的。我的两个阿芬姑娘，我就上阿芬姑娘上楼了，我就是我的。阿芬姑娘冷，放了东西了咯。我拿它，我睡了。哦，这个被子，嗯。哎呀，小美女，你是来的？全家都用大豆被。你家都用大豆被？家里买的咩？啊，买的。大豆是也会买的。这东西啊，你乱来。这个被子很热，盖一床啊，要踢被子，那能？我还没有套那个羊羔绒的被套不？不然再套一下更热。去吃螺蛳粉啊！哦，爸爸，拜拜了哈、哦，不抱了啊、哦，拜拜啊、哦。
然他老是这个样子，你老是这个样子，拜拜。爸爸。哦，那爸爸给你拜拜。祝福大家哦，爸爸哦，哦，拜拜。笑嘻嘻的，拜拜啊！拜拜啊，跟着黄敖，嗯，好，我们出去逛两圈去喽，走一圈喽，那个地图地图在家跟姑婆了，姑婆回家了，好久没看到姑婆了。去买衣服。啊？买衣服啊？老板去哪里去？叫老板来好不好？嗯。老板呢？这里。走去溜溜达达逛逛街喽，拜拜。